73分钟，少一人作战的哈尔滨毅腾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新援努涅斯，哈尔滨毅腾利用为数不多的定位球的机会，好球来了，努涅斯漂亮，2-0，2-0，这回这个是你的了，这不用再赘问了，是努涅斯的进球。虽然没听到他之前，但是他上场没几分钟时间就进了一个球。他是一个福将，就是足球。将球迷，感谢哈广电为像我这样在外地工作不能回家乡去现场加油的游子看到实况直播，致敬。好球！哎、哦，好的，三的。来，3-0，又一个，真成功3-0，我是特别酷爱的足球。漂亮，漂亮，漂亮，是努内斯吗？啊。太漂亮了。